夫子学问的一种境界。什么境界呢？天地人和一个境界。他的意思是强调了教育的一个重要性，是人死出来生出来他性本善，但是如果后天的一个引导教育不好，可能不是学生走上歧路。但是如果引导得好，学生们在月落出去学习呢理学知识，学习我们的这个呢天文地理知识，这样呢能够通达人的一个天命之性，达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。但是古人不喜欢讲地，所以叫天和地人。另外牌匾呢上面有很多的那个高泥，因为它经历过中国最残忍的十年文化浩劫，文化大革命。而那块牌匾是别物，之所以能够保护下来，是因为在文革期间，它上面刷了白高泥，白高泥干了之后，它上面写着几个字：为人民服务。所以那块牌匾，今天大家能够得以见到它的真迹。那块牌匾呢是乾隆帝所书，匾是别物。等会呢，大家两块牌匾做一个。